方力申与邓丽欣拍拖七年，正值七年之痒，加上两人近年主要于内地工作，聚少离多，邓丽欣担心感情有变，望早日结婚。港媒称，邓丽欣一直渴望于10月15号30岁生日前正式成为方太太，常有意无意向男友暗示，方力申最后答应。据知，他们月前已经于冲绳秘密行礼，邓丽欣正式成为方太太，被邀请出席的只有几名好友，更要求好友们不要露口风，故婚讯至今未有太多人知道。一对新人为了省却繁复的手续，决定返港后才注册。不过小芳及邓丽欣在冲绳行礼连家人都未有邀请，他们先斩后奏，令小芳父亲大感不满，觉得不被重视。方力申为了安抚父亲的不满，计划于年底在港补摆喜酒宴请亲友。实际上，邓丽欣一直渴望组织自己的家庭，早前在接受采访时曾透露了蜜婚的端倪，更想效法郑伊健在日本行礼的做法。他表示希望婚礼是很私人的，或者参考下郑伊健那样瞒天过海，秘密结了婚之后再告诉大家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